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好，继续，继续。小朋友，姐姐帮你啊。好。姐姐从小就看射箭长大的，是个高手。哎，刚才就是练练手，别担心啊。老板，再给我一支。嗯。这一局肯定没问题，让你见识见识我真正的实力。姐姐，我只是让一次机会了。那你再给姐姐最后一次机会，肯定能射中。好。老板，把奖品给他吧。快点把我的奖品给我，快点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给我。哎。哥哥真棒，谢谢哥哥。谢谢老板。哎，许胖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哎，你刚才……哎，你们认识？这个就是你一直想见那美女。嗯，是我。你是林一石？啊，这就你一直跟我说那林一石？啊，hello hello， 耶、yeah ！哎，不是，人家多可爱呀、啊，哪有你说的那么恐怖？像你平时说。啊，那个，你们聊。迟迟，装的什么模狗样？我说谁狗样？哎，没事没事，你们先去吃吧，我很快就回去啊。等一下，做了手术。你真的是范范？我还真不敢相信。你有完没完啊？不敢相信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荣大？荣大射箭队特招。看来咱俩还真是孽缘未了。看来你还知道孽缘未了。这事都过去八百年了，你的心眼怎么越来越小了？我知道有家馆子特别好吃，咱俩搓一段。就是吧，有点贵。哎，你不是答应要请我吃饭吗？没钱。出息吧。
赶紧点菜，我要饿死了。怎么上了大学之后，你这翘腿的毛病还是没改？怎么上了大学之后，你这爱管闲事的事儿还是没改？现在荣大都这么容易考了吗？就你两下子还特招？你就这么不想见到我？嗯，又多了个冤家。你好，点菜吗？啊、哦，要一个红锅，要一份麻辣牛肉、脑花、鸭血、鸭肠、哎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上了大学之后就没开过。行。要一个鸳鸯锅，一份牛肉，一份多巴鱼，一份蔬菜拼盘，一个水果冰粉。我们这边每桌赠送一份冰粉。啊，能送两份吗？啊，不用，一份就可以了，谢谢。你好，您的冰粉。谢谢。没说要给你。啊，还有木瓜？你要美容啊？嗯，我觉得咱俩以后应该多出来聚聚，没事儿吃吃饭、叙叙旧什么的。你是想蹭饭吧？我说这次见到你之后，你身上怎么有味儿了？没味儿啊，什么味儿？穷酸味儿。我的钱，算了。我最近经济紧张，怪不得没有以前嚣张啊。哼，你倒是今非昔比啊，刚才居然还有人说你长得帅。他们是没见过你以前又黑又矬又瘦，还是个四眼天蝎，什么都得听我的。要不然再围一场掰手腕。不比了，我说我以后再不跟你比。让你两只手再赌一个月生活费。说话清楚。我来喊啊，一二，哎，我还没喊三呢，耍赖，一二三，你都耍赖啊？你怎么说松手就松手啊？啊，没事。钱包没带。按照之前的规定，谁说话不算话可就是小狗，小狗就得吃屎。你吃屎。我没钱。怎么可能没钱？没个几千银。你看了吧，我说没钱。真没钱啊。手机，密码，还是这么聪明，这么多年密码都没改。就800啊！这是我全部家当。按照我每个月生活费2000，剩下的算你欠我。你怎么这么有钱啊？哎，我的800。嗯。来，念一遍给我听听。林夕池欠许放1200元整，和劳动抵债。嗯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债主，我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。哎，你给我留点儿，我就剩这么点钱了。一会儿多吃点儿。吃不消。